你见过在市中心骑白马的王子吗？今天被堵在首尔街上的这些人就见到了。看着马上帅气的男人，大家以为是在拍电影，纷纷都拿出手机合影留念。此时坐在车里的一个女孩试图用喇叭叫停骑马者，看着骑马者依旧我行我素，他只好拿出了警灯响起了警铃。可听到警铃声的骑马者依旧不慌不忙，慢慢的走着。最终女警追上了他，开始对他进行批评教育。道路交通法违反하셨고요，一圈三连点个关注。可男人听到女警的警告后根本没有反应，而是直勾勾地看着她，这下给这个从未谈过恋爱的女警看毛了。虽然想着这个男人是第一个肯定她的完美颜值的人，但作为警察她还是要秉公执法。就这样她要求男人下马过来接受询问，可没想到的是男人下马后竟然还是直勾勾地盯着她，一直走到她面前看了看她的警牌，忽然间就一把抱住了她。女警心想这下完了，这是碰到色狼了。可从未被男人抱过的她第一次被这么帅的男人抱住，她三魂六魄早就飞出去了，以至于他没有反抗，反而在男人怀里发呆了十几秒，直到他魂魄回归身体，他才一把推开了男人。看着眼前这个怪人，女警开始了盘问，可这一盘问不要紧，差点把他刚回到身体的魂魄又给吓跑了。男人告诉他，他来自平行世界的大韩帝国，自己就是那里的皇帝，而女警正是25年前他的救命恩人。听到这，只有30岁的女警下意识确认了一下自己的年龄，看着女警怀疑的目光，男人继续解释道，自己是骑着白马追捕一个犯人时，结果误入了时空门，踩着七彩祥云，伴随着电闪雷鸣才穿越来到了这里。听到这女警终于明白了，于是她用了对付疯子最好的方式来对付这个韩国的皇帝。나는대한제국의황제야아아아아내팔팔